酒店老板给的免费的 gift card， 应该是这里。Hi, morning. I got this gift card. I don't know if this is the right place. Marketplace is next door. Oh, okay. All right. Thank you. 这个也叫 marketplace， 它都是一家。哇，这里好棒哎！I want the smoked salmon club and the pressed chicken and two Americano piece. 这家店超可爱的，它不光卖早饭，它还卖 bakery， 然后咖啡，还有小玩具，家里面的装饰，还有 cookery book， 还有自己做的那个果酱什么的。反正就是整个很美国 farmer 的那种 farm 的那种感觉，特别喜欢。然后我们点了两杯冰美式，两个三明治，在这边吃一个 brunch。现在已经11:30了，吃完了我们就开车去图桑。我们走咯，出发去图桑。Let's go, mommy. Mommy. Mimi. Are they friendly? Yeah, they're cute. Good job. Thank you. Bye, okay, bye. See you. Bye bye 咯，我们去图桑咯。我们现在在一个叫 Old Tucson 的地方，是这个图桑这边的一个电影城，拍这种西部牛仔的影视基地。今天我们运气很好，其实我们没有计划，我就是到了这边以后才查看有什么。然后这是他第一天开门，疫情期间第一天开门。的小玩偶 ，Press and hold button。那边有表演。你们看过那个《非诚勿扰》？这一路上我看好几回了，我都没说，这是教堂吗？怎么那么小啊？就很像那个教堂的感觉，就是在山野间。这个是忏悔用的，忏悔用的。
我得祷告祷告。你的台词呢，牧师？我们的幸运，从今天我们的博主要火了，粉要涨粉喽。你也做过不少坏事吧？应该好好忏悔一下，洗心革面，重新做人。2 hours later.烤玉米吃吗？感觉这个地方跟那个海口的冯小刚电影公社差不多，但人家这就比较人性化，人家知道自己热，就四点钟，下午四点钟开门，开到晚上九点。只有我一个人觉得娃娃很恐怖吗？已经天黑啦，我们看完了最后一场秀，准备回酒店啦，从这边出门。好啦，大家拜拜。